配音社团。常常会做一个噩梦，林姐，梦里我爸又欠了很多钱，又凑2万，不多，你继续还。这主在家里找不到我，展信就追到学校里。我叔叔找你啊，叔叔找不着你爸了。到集市，来学校看你。喷红漆，上面写着：成长心，欠债还钱。你和你爸一个都跑。我以前没有留意过天上的星星，没注意过空气里的甘草味。看夜空的时候，从来都不开心。每一天都是那么的无望而漫长，让人不敢笑，也不想哭。爱打时蜷缩起来就好了，债主要钱时拿出来就好了，没钱的话再努力赚就好了。好像今天受了苦没喊疼，明天就能过得很好一样。直到遇见陆以正。陈展鑫，天上下着雪，而他的手里有我要的糖。欣欣，真巧。一月份的无效联考，你他妈为什么没发答案？光天化日校园霸凌，我报警了。展鑫呐，今天糖水店给你接信了吧？你个不争气的东西，我打死你！陈展鑫，你几天没回家了？欣欣，你要乖乖的，乖乖念书，乖乖待在家里，好吗？怕了告诉我，就赢了我。有人在高楼，有人在深沟，有人光万丈，有人一身血。一之声中文配音社团出品，卡比丘原著，现代耽美广播剧《走狗》第六期。陆夜正，我真的要睡了。我看着你睡。你怎么不信啊？我今天不复习了，刚才偷偷拿你电脑也只是想对个模拟考的答案。程展信，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了。晚饭的时候才保证过今天要早睡，结果又弄到12点，要不是被我抓个正着，还不知道你要看到几点才算结束。既然做不到，为什么要答应我？我原本是打算早睡的，可是晚上效率高一点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你看着我才睡不着呢。现在都1点了。平时的1点还在做题吧？你一定要看着我睡啊？陪着你睡也不是不行。那你来陪吧。好啊。睡吧。你真睡啊？原来你说假的。我。晚安。陆夜正，陆夜正，这么快就睡着了。这是陆夜正的胳膊、手腕、肩膀，还有，
半夜的不睡觉，乱问什么？你要我帮你吗？成真，我帮你吧，好吗？你。舒服吗？我也没什么经验，要不还是用手。落叶舟，你会不会觉得不干净？我没有帮齐雄舔过的。不会。是吗？嗯，我帮你不是为了这些，但是我想做，我喜欢你，想跟你做爱很正常吧。我原本打算先开口的，怎么就被你抢先了？表白分什么先后？那你喜欢我什么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不知道，这种事情说不清的。不然你干脆问问自己，喜欢我什么？最初的时候，我觉得你长得很凉薄，不好相处，又凶又高。可是后来，我就觉得你什么都是最好的。不行不行，我想不出一个具体原因来，太难了。你别忘了这。学长，你懂不少啊。不要就算了。我今天本来就没打算做到最后，但你这么配合，也很容易让人丧失理智。我不管怎么样，初吻都给你了，就算不做到最后，你也要负责。上午，衡山路发生了一桩离奇的死亡案件，死者为女性，是一家理发店的店主。据警方调查发现，该女子是被勒死于出租屋内的，死亡时间已有三天之久。此前曾吸食冰毒，出租屋也被洗劫一空。目前，犯罪嫌疑人已锁定了该女子的男友程。怎么不看了？刚才新闻说衡山路出了命案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哦，说真的，有时我总觉得自己也会变成命案主角的。兄弟，这桩事我帮你查过了，衡山路那起命案八成是程烈干的，没错。这孙子最后出现的时间是5月29号，在汽车总站买了一张到云南的车票，但是没上车，后来就不知道躲哪儿去了。
别胡说。马上要高考了，这两天你就在家安心休息，我也请了假，陪你一起放松放松。哦，对了，小文晚点会过来，说要给我们送饭。阿姨，简心，我来了。小文，干嘛不打完啊？你们在干什么呀？都快高考了，我还以为展鑫这会儿一定在奋笔疾书，阿叶一定在旁边端茶倒水，结果你们在打游戏。他对考试的内容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，这会儿看书可没有调剂精神重要。我呸！你说要陪展鑫备考时，我还以为你终于变得有爱了，知道给展鑫提供一个良好的复习场所了，结果你真是带坏考生。好了好了，不怪他，是我自己想玩的。走吧，该吃饭了。嗯。喂，程展鑫。啊？怎么了？扶我，站不起来了。你什么？你腿断了？滚！展鑫，你高考完之后有什么打算呀？考试结束那天一起吃个饭吧，庆祝你顺利毕业。就约在Ella, my darling. 时间还早，这个电影才看了一小半，我们继续看。莫志文怎么叫你叫的那么亲热？啊？除去少数几个人之外，大部分人都叫我展鑫的。真要说的话，其实也只有你喜欢连名带姓的叫我。嗯。不高兴了。喂，阿叶。还是说，要叫你阿征？别转移话题。说来说去，还是要决定一下现在的我，该叫你什么。你叫我什么都可以。哦，宝贝儿，太肉麻了。那心肝学长哈尼你别胡闹。谢谢妈妈。你为什么总是喊我星星呀？因为呀，这个名字听上去又亲昵又可爱，和我的宝贝一模一样。星星，这个名字会陪着你长大，也许带给你的不仅仅是幸福和美满，但妈妈相信总有一个人会温柔地喊着这个名字，陪在你身边。怎么了？发什么呆啊？没事。我原本还以为这个小名不会再出现了。叫他吧。展鑫，可算结束了，怎么样？最后一场的考卷难不难啊？不难，考前还有些紧张，真的进了考场以后，反倒又没什么感觉了。那就好，走走吧，阿姨还在车上等我们呢。今天我订了一家私房菜，味道特别好，就是位置有点偏。唉，头晕晕的，果然还是要找个机会练一下酒量的。哎，铁栏外面有人，好像是。欣欣，爸，怕什么呀？来，过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
你跟踪我，我去你。哎，欣姐，你身上有钱吗？怎么不回话啊？啊？我刚才路过的时候，看着你朋友的车停在外面呢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有没有钱？我。我身上只有这几百了。几百？我这么点钱你他妈也好意思拿出来？再给我点。真的没有了。你最近瘦得很厉害，怎么弄成这样？你他妈别管这个，只要过几天再给我拿点钱了就行。我真的没钱了。我会信你？你要是不给我拿也没关系，反正我知道你朋友住哪儿了，他总有落单的时候吧。啊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找他干嘛？你不给我钱吗？我只能找你同学借呀。你还要多少？我卡里还有5000，可以全部转给你。我要现金，你出来取给我，我转给你，你要就拿，不要就走吧。算了，你转账就转账吧。哎，这是我新注册的账户，你转到这儿就行啊。好了，过去了。哎，谢谢，爸先走了。喂，欣欣。啊，阿姨，站在这儿干嘛呢？去个厕所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我头晕，洗了个脸，顺便吹会儿风，醒醒神。是吗？半杯起泡酒就把你弄迷糊了，看来酒量真的不行，以后不能喝了。怎么样，困不困？我不困。你身上酒味很重啊，是不是也喝醉了？没，只是小文刚才又开了瓶红酒，我陪他喝了点。你酒量能比我好多少啊？肯定醉了。行行行。欣欣，你今晚还睡吗？睡啊，我可不是那种考完试就要通宵娱乐的人。不行，不会让你睡的。喂，你好，是程展新吧？请问你刚刚是不是转出去一笔钱？哦，是这样，我是公安局刑警大队的，现在有一起命案需要得到你的配合，希望你能尽快来局里一趟，或者我们今晚去拜访你，不知道你方便吗？阿姨，你还在生气？你给你爸转了钱？嗯。刚才你什么都没问就让警察来家里说，你早就知道了，是吗？他真的杀了人？衡山路的命案是他做的？
他是嫌疑人。之前我在报纸上看到有命案的消息，就让人查了一下。他是什么时候找到你？去厕所的时候遇见的。今天吃饭的地方比较偏远，他大概是躲在那附近时正好看见了你的车，就想着来找我。他也没碰着我什么，当时我在花园里面，他在外面，有铁栏挡着，只是跟我要钱。喂，阿姨，陈展新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对我少点保留？我不喜欢你一个人把所有的事都扛下来。阿姨，你别作弊。我只是不想把你扯进来。你之前不也没告诉我命案的事吗？其实刚才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对劲了。他现在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像正常人，而且不敢让我转账，只想要现金，所以我怀疑他吸了毒，转钱过去也是为了留点线索。但是我没想到他杀了人。为什么不来报信找我？找你他就跑了。应该是警察来了。陈展新，账先记着，我们回头再算。案件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了。在调查的过程中呢，我们也知道了你要高考，怕影响你考试，所以一直没有联系你。本来想明天早上再给你打电话的，但监控你的同志发现你卡里突然转出了一笔钱，怀疑你和嫌疑人有接触，所以不得不提前联系你，希望得到你的配合。我明白了，但是我跟他也是碰巧遇到的，目前还不能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，抱歉。陈烈知道你是我们的重点观察对象，肯定不会刻意去找你暴露自己的踪迹。同意你的转账要求，可能是因为太缺钱了，这才铤而走险。不过他大概没想到我们也监控了你的账户。没错，我已经把陈烈的新账户发给了局里的同事，相信很快就能有进展了。那就目前来说，还有什么是我们能做的吗？我希望你们能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如果陈烈再次向你们索取金钱的话，请一定要和我们联系。我洗好了。你不生气了？没生气，是我不够可靠。别胡说，这件事我们都有不对的地方，互相检讨也没必要，等程烈被抓到就好了。借个皮带而已，这么紧张？你自己解，我不弄了。家里怎么会有润滑？你什么时候买的？
在你问我要不要进去那天的凌晨。星星，很疼吗？那就不错了，好吗？别，进来，进来。你别憋着气，动作大点。好。醒了，我点了些粥，正想喊你起来吃一点。昨天一晚上没睡，该补充些体力的。你，陆夜粥，你别动手动脚的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你买这条围裙根本就是故意的。胡说，我随便拿的。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一会儿小文就该来了。这次旅行一共有七个人，房间我都分配好了。展心，你跟我睡一间好不好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喜欢一个人住的吗？我跟展心住关你什么事儿？对不起啊小文，我之前已经答应阿叶跟他住水屋了。啊，为什么呀？我怎么觉得你们最近怪怪的？哪里奇怪了？程展心要帮我补习功课，所以不能和你睡。啥？物理。好吧，那我能跟着一起听吗？不行。喂。喂，程展心先生，你好，我是之前和你见过面的李警官，你的父亲陈烈。我们已经找到了他。怎么了？阿姨，我爸死了。上车吧。不行，太晦气了。总得找个公墓放骨灰吧。不了，他不配我祭拜的。
陆月征，你走远一点。好。再远一点。你父亲的遗体是在野外被发现的，死因也查出来了，是吸食毒品过量。目前我们需要你来局里一趟，办理相关手续，领取遗体。好。消停会儿吧，跑了一天也该累了，睡吧，养养精神。阿姨，你想过未来吗？我也想过的。如果我去 H 大的话，第一年就可以在 S 市读书了，这样我们还有一年能待在一起。然后你去国外上大学，我可以去看你，要是遇见好机会了，就交换到你那里去。等大学毕业以后，如果你不想回国的话，我可以申请你那儿的研究生，那我们就又可以在一起了。当然，前提都得你愿意。愿意。陆月征，你现在对我这么好，以后我就别想再跟别人谈恋爱了。因为谁都没有你好。瞎想，我会一直对你好的。今天哭也哭过了，傻也傻过了，该放下的心事放下吧。明天我带你出去走走。怎么样，想好了没啊？下一个地方去哪儿？要不我们还是去看电影吧，上次那部电影才开场我就睡着了，没陪你看到最后，现在估计还没下映吧，我们再去看一回。行，正好影院离这里也不远，我们走过去吧，这个点容易堵车。这下着雨呢，要不要买把伞？不要了，雨势又不大，走吧。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下起来了？哎呀，刚才是谁说不要买伞的？啊，这个呀，我不知道。哎，程展鑫。操，什么鬼天气，他妈叫个车都这么难。是欣欣。欣欣，欣欣，跟我的。下雨天你也敢乱跑，不怕滑倒？我哪有那么娇气啊！快快，快点走，一会儿赶不上电影了。你慢点儿。喂。喂，小哥，你能不能往外走一走啊？到公交车站这块来，我这堵得很啊，到你那儿还得掉头。好。
我跳上云端，请摘下一首诗。你娓娓道来一个漫长故事，就在某一个恍惚又迷离的春日，天边微光近在咫尺。这是人生中最好的一个夏天，雨水会消散，阳光会透过道路两旁的绿荫照过来，带着轻柔的温暖照亮成长心里。那是一张我看了近18年的脸，可直到分别的这一天才在记忆里留下他笑起来的模样。谢谢，谢电了。原来程展心笑起来真的很可爱，快起床要迟到了。眼神纯粹而热烈。小云昨天说过要来接我们一起去机场的，好像是被风力泡大的，好像从来没有吃过任何苦，也没有受到一点伤。生命如此珍贵而难得，当你站在美好的事物前时，世界不会因为你不是富翁就让美好蒙尘。而落叶争向光，有少年人的意气风发，又有成年人的翩翩温雅。谢谢。嗯，发什么呆呢？饿了？我想这就是新的起点了。我会去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岛屿，那里有椰林香风、海水和艳阳。如果这是梦，希望梦别醒；如果不是梦，留住光。挥别昨日，一去不返。那远山的风来得不算太迟，亲吻过眉峰，又停留在唇齿。他在你耳边，呢喃最温柔的名字。他说爱人，连面容都太相似，有太多不经意的小事。太多的日子，太多的你和我太相似，成为彼此凝视所有柔软包裹今生下的刺，让我毫无顾忌的放肆，所以才能保留天真固执。你是所有苦痛与我唯一的恩赐，让我仍敢相信哪怕一次。你是我生命的炽热，不可触碰的软弱，是所有洒脱，是所有不舍。庆幸是你找到了我，让我认识我，路过了世间形形色色，直到身侧逐渐暗淡斑驳，无处清澈浅薄深刻，甜蜜或苦涩。而你是我所见的美德，庆幸是你找到了我，让我认识我，路过了世间形形色色，直到身侧逐渐暗淡斑驳，无处清澈浅薄深刻，甜蜜或苦涩。而你是我所见所有美德，我眼中倒映着的你是另一个我。下面的兄弟是无辜的呀，快把刀拿开，快的，你快把刀拿开、啊、你这么不乖还有胆子压我哎呀，
我看这俩就是一对欢喜冤家。不是，你说刚刚我也没有强迫他们以后能好好的在一起吗？等啊，就和我们一样。陆亦正，你这个人真是越来越肉麻了。陈展信，你现在的表情简直跟这部电影的名字一模一样，真正的以色为二。广播剧首发于晋江论坛之优声有色板块，本作品仅供配音爱好者个人学习交流使用，请勿进行二次修改和上传或用于任何商业用途。感谢大家的收听。